爱国标各吼战，舞出霸气十足的斗牛，并深受评审喜爱，拿下当晚 MVP 的谢晶晶。这次面对快节奏的街舞，不仅让他体力透支，对于腿部细节动作的控制更是难以掌握。其实说艺人在第一次学跳舞的时候要压脚背，其实是很困难的。脚背是五六七下八，出去也压着，拿起来还要压着脚背。好酸啊！好腿没。这时，金桥老师想出一个方法，让晶晶靠墙单脚平举，来增强腿部肌耐力。这时候就觉得平常不运动真的是该死。老师说我腿抬得不漂亮，也是因为大腿的肌肉比较无力，所以老师希望可以在这次的季赛就是把我训练成肌肉的。啊，好酸哦！我觉得我腿已经不是我的了。双脚无力的谢晶晶，在老师悉心调教下，能否呈现出弹力十足的街舞呢？平平散散画下真美人快乐无底彩，因为出香大船的灵感，一路欢畅，如果好时光，一切不寻常，开心眺望，梦就在前方，为了理想昂首往前追，有缘做伙欢喜来饮一杯，在新野行到南门口埕，接受伊热情的邀请，成功的路咱做阵行，后我声庆祝咱一定赢，免惊一切拢是注定，认真打拼，一定会赢。在新野行到南门口埕，接受伊热情的邀请，成功的路咱做阵行，好啊声庆祝咱一定赢，免惊一切拢是注定，认真打拼，一定会赢。谢谢 Only 哦，谢晶晶，吴晶晶。